你有体验过洛神花的统花过程吗？这可是非常重要的工作。金凤乡公所每一年举办的洛神花季活动都开放游客体验统洛神。金凤乡这次为了办理洛神花季，主要场地是在新兴社区。那这次为何要办理一统天下？因为我们是想说透过此活动能把我们的洛神推广到全国各地。那我们这次办理的组别有四组，第一组是社会组，那社会组的话是采全国报名方式，那报名方式的话是透过网络，那可以请上金凤乡公所网站。第二组的话是机关组，那机关组是开放给全国各机关还有社区协会来一同参与。今年为了让大家共襄盛举，特别办理了第一届的一统天下竞赛。比赛分为体验统花与竞赛奖金组，体验统花组也分为亲子组与体验组，竞赛奖金组更分为了社会组以及机关组。初赛时间是11月8号星期六，决赛是11月9号星期天。奖金奖品丰富，也欢迎民众踊跃报名参加。报名截止日是10月31号。金凤乡公所欢迎民众一起体验统花乐趣。东台新闻部专属在金凤乡的采访报道。